觉得我在到处都进不去，能进到深圳已经是奇迹。当然呢，我认为他们两个人进去的概率都比我高，但是没想到就是我们三个人的这个情况是一样的。嗯，就更没有想到的是，他们就是，就说他们应该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权利请我进到中国去不办签证。但是我发现就是说这个部分上大概我们都太遵守中国的威望，说他的这个就是他的那种淫威让你会被动的去承受这个进到中国去，就你没有走手续就进到中国境内去接受他们的审问。嗯，那这个部分我不知道在中国或者在香港，在这个中国跟香港的边境上是不是已经成了常态了。嗯。